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S 的 Pingy 潘彦琪。有幸加入 SNH48 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，在这一年里，我先加入了 S 队，开始新的旅程公演，到今年有机会带一插队，参与了梦想的旗帜，开始蹦迪，然后到最近了，有了我们的新公演，我们向前冲，这是第一个由我自己站位的公演。在这一年里学到了很多，最近有一点点忙，但是感到非常充实，希望以后都能那么忙就好了。然后第一次参加总选，人还是要有希望的，然后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为我投一点票，然后比起这个我还是更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，然后我要开始做一些有一点奇怪的事了。好了，就是这样，唉，有点奇怪，那就这样吧。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，然后在今后我们也要一起更加努力，不管是什么结果，永远不能放弃自己。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越来越棒，越长越胖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